啊，即就亲像罗马书十四章十九节所讲的啊，爱追求和睦的事，咱爱追求参众人和睦啊。除了甲众人和睦以外，讲爱佫追求圣洁啊，因为圣洁是神啊所向咱来要求的，因为神伊是圣洁的神啊，咱正做神的即个后生查某囝。啊，咱当咱受洗归入基督以后，啊，嘛拢咱的罪嘛，借着耶稣基督啊，这个宝血嘛，将咱来洗净。所以啊，对咱基督徒来讲，咱那是要来无煞来追求啊，这个圣洁的这个生活。哦，其实这就是十二诫的这个道理啦。哦，人甲人之间会当来和睦，啊，人甲神之间会当来这个追求啊，这种圣洁。哦，啊，这该当来达到神予咱的一种的这个要求，哦，所以啊，咱的这个信仰顶悬啊，第一点就是唔好自满，哦，咱要来追求啊，更加忠贞。第二项，咱阁看当来腓立比书的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十三节，众兄弟，我毋是以为家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袂记你背后，努力面前。这保罗伊安尼讲，哈，伊唔那是讲啊，无以为家己已经得着，伊伫这个信仰的这个追求顶端是无所来前进，而且伊讲伊。只有一件事，就是袂记你背后啊！袂记你背后，就是讲将过去啊，咱所做啊，诶，即个无论是成功也好，无论是失败也好，拢将即个过去来放互袂记哩。因为人若一直沉醉伫过去诶，即个成功啊，你嘛袂阁努力来前进，因为你会感觉讲啊，我已经成功啊。我伊个表现已经足好啊，所以啊，当啊人一直讲过去的时阵，其实讲起来讲较歹听的吼，就是一种老化的现象吼。啊，人嘛有当时会想象啦，易怒啊，卖怒啦吼。啊，靠着家己啊，非常的自信啊，非常的这个年老吼啊来讲吼，我过去安怎做安怎。啊，其实这就是一种老化的现象，吼、哦！啊，人要保持少年，其实唔好啊，一直停留在过去啊，因为过去啊，你有美好的表现啊，感谢主。但是过去的成功，无代表以后是成功的。过去是成功，无代表以后是成功哦。咱若用啊，这个啊，球类的比赛也好，还是啊，这种。一切的这个比赛也好，哦，顶半段、顶半场啊是啊领先是赢的，无代表下半段、这个下半场你嘛是赢的，吼、哦。人生那还袂行到这个终了的时阵，还袂当来定输赢。所以过去是成功的，无代表你以后就是成功。你顶半段、顶半场啊赢足济。但是啊，下半场你若输去，结局嘛是输去呢。所以咱唔好用着过去的这个成功啊来夸耀家己，吼、哦。所以袂记你背后，过去你是成功的，你嘛是来放下袂记。如果咱拢是沉睡伫过去的这个成就，讲起来啊，这唔是一个介好的现象啊，因为当人一旦自满的时阵。甚至会起了骄傲的心，吼、哦！啊，这是当互咱来做一个尴尬的所在。啊，你但以理书的第四章，咱看但以理书的第四章，圣经有记载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啊，伊所讲的话。但以理书第四章三十节。古约圣经1044页，但以理书
第四章三十节，伊讲这个大巴比伦毋是我用大能大力建造建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啊，这句话啊，就是出自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伊所讲的话。啊，历史上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确实有真美好啊，真有成就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当伊看到伊啊，用伊的大能大力来所建造的这个建都的时阵，伊感觉讲家己非常的牛啦。但是当尼布甲尼撒王伊来夸耀家己的时阵，啊，无归应耶和华神。啊，伊所讲的话啊，惹神无欢喜，所以伫三十一节才记载讲，这个话伫王的口中也未讲完，有声音对天降落讲：“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讲，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的确被赶出离开世间人，甲野地的兽同居，食草亲像牛，而且要经过七期，但你知影，至高者伫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所向就所向，这个经节啊，就给咱一个真好的一个提醒。当人要来夸耀家己，哦，有美好的表现的时阵，啊，这就是一种啊真大的一种的危机啊。因为当人来夸耀家己，啊，这是神的面前，这是非常无智慧的啊。因为等于啊，人无来认捌神啊。人敢有法度外高，吼，人安怎高嘛，无法度比神更加高，吼。所以当人来夸耀家己的时阵，这就是啊神无欢喜啊的一个所在。所以啊，尼布甲尼撒王啊，因为伊来夸耀家己，所以神啊，这个出声来讲，讲国位要来离开伊。所以啊，在历史上啊，尼布甲尼撒王。确实有一段的这个时间无来做王，甚至啊是啊，亲像圣经加所记载同款啊，伊离开世间人，吼啊，食草亲像牛，心比天路地长，他门长长，好亲像婴儿门，肩胛长长，亲像鸟仔鸟同款，好亲像啊，用咱即马世间人啊，咱的这个角度来讲，秘书啊啊，迄落这个。无正常的人同款啊，头毛长长，吼啊，肩胛长长，啊，拢都参咱一般的人是无同款的。咱一般的人，咱袂将咱的这个啊外在啊啊放啊啊拢无来整理，吼啊，咱会好好来啊这个修理打扮咱家己。啊，但是啊，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啊，伊。当时啊，就是无来了解神啊，是伫人国中来掌权，吼、哦、人啊，这个安怎搞嘛，无可能比神较搞，吼、哦。人毋是神温准，人无法度做虾米，啊、哦，所以当啊，这个啊，尼布甲尼撒王被神啊来这个听法来管教以后啊，可以。佮重新来真正认捌神以后，啊啊，伊所讲的拢是安尼。所以第三十四节才记载讲，当日子满足，伊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讲：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阿乐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伊的宽平是应有的，伊的国存到万代啊！哦，所以当。这个啊，尼布甲尼撒王受到神的啊，这个管教，伊真正来认捌神啊，倒转来以后啊，神予伊国位啊，过来啊，伊的这个身上。所以啊，这个三十七节伊安尼讲：现在我尼布甲尼撒，阿乐尊敬、尊敬啊，天顶的王，因为伊所做的全拢神迹，伊所行的也拢公平。迄、那个行动骄傲的，伊会当降为卑啊！伫这段的这个经节，就会当予咱真好啊，会勉励啊，加学习吼。所以咱来将过去的这个成就
过去的这个成功来放在一边啊，因为过去的成功无代表以后会当成功。把握现在，这才是重点。所以，唔那是过去成功，咱爱放袂去；甚至过去的失败，咱嘛是爱来放袂去。因为过去失败啊，已经成做事实。如果咱啊一直这个啊懊悔过去啊的这个失败当中，你跌倒，你哇无够再爬起来啊，安尼这种的这个失败啊，嘛袂当来帮助你过来成长。所以跌倒，咱只要会当阁爬起来，咱啊阁继续努力。顶半段啊，顶半场输去，无代表下半场嘛是会输的。所以人生的这个下半场是更加重要的。所以不管过去你是成功的，还是失败，就算讲过去是失败，咱只要会当啊重新啊跌倒起来，会当过来爬起来，咱下半场来把握，咱嘛是会。这个最终也是可以来成功，所以过去成功和失败都要放不下去，因为一时的失败不是永远的这个失败，重要就是说跌倒我们要爬倒起来。在这个路加福音的15章，我们看路加福音的15章，圣经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让我们很好的一个勉励啦，吼！路加福音15:11-32，路加福音15:11-32，这段是浪子的比喻，相信咱兄弟姊妹拢正熟悉个着，吼！浪子的比喻，吼，对11:31，这个浪子的这个比喻内底，加讲到。一个人有两个后生啊，这个先后生讲起来就是一个浪子啊，大汉后生讲起来原底是非常这个有孝是大人但是在这个浪子的比喻内底讲起来，会当讲是一个绝人的一个对比是全然的一个对比。这个细汉囝会当讲是顶半场啊。表现得非常的不好不但向老爸讨财产，而且将老爸给他的这个财产来浪费，这个浪费来放荡来开钱。但是这个细汉仔伊可贵的这个所在，就是离这个17:17，伊讲伊请我过来伊就讲，我的父亲有偌济请工，口粮有剩，我颠倒伫遮枵死嘛。18，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遐去，向伊讲，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对呾以后，我不配称做你的后生，将我当作一个请工的吧。就安尼起来往伊父亲遐去，三里还阁远，伊父亲看见。就动了自心，走去抱着伊的颔棍，仍然甲伊来斟酒。伫遮，咱会用看见这个细汉囝，也是这个浪子的一个表现。伊的这个人生的顶半场，讲起来表现咧非常的挥泪这个讨父亲的产业，佫将伊来任意放荡、浪费来开钱所以。这个走投无路甚至这个16:10记载，伊讲去人饲猪，甚至要食猪所要食的这个洞的，佫无通食咱啊看到这个16:10的时阵，咱就当讲，伊的人生过到这个顶半场，过到比猪佫不如啦。猪有洞的通食，伊参要食洞的，佫袂杀的。人生落魄失败到这个程度，但是伊难能可贵的所在，就是17所讲的，伊请我过来。这个请我非常的重要。人若伫这个困局当中，却唔知影请我，
就好像像畜类同款。哦，咱会当参考诗篇。哦，我们看一下诗篇。诗篇四十九篇，诗篇四十九篇二十节。哦，诗篇四十九篇二十节，加罗讲，人伫尊贵中而无醒悟，就亲像死亡的畜类同款。哦，所以啊，人伫尊贵当中，咱嘛爱知影好啊来醒悟。哦，咱啊人唔知影醒悟，就亲像死亡的这个畜类同款。所以这个细汉囝啊，这个浪子啊，伊难能可贵的所在，就是伊知影醒悟过来。过去失败，过去啊做唔到代志，无要紧，咱爱知影醒悟过来，唔通一直啊这个啊沉迷伫过去，吼、哦。所以啊，伊知影好起来，啊、哦，伊讲伊要起来，要到父亲遐，向父亲讲，我得罪了天，又搁得罪了你，吼、哦。所以这个浪子就是因为知影好醒悟，知影啊这个倒转来到四大人的这个身边，所以啊，二十节嘛记载，伊的父亲远远看到，就动了慈心来迎接伊。三对，咱看这个大汉后生，大汉后生啊，伊无因为伊的细汉啊小弟啊来离开家庭，伊嘛讲，安尼我嘛要来离开啊，先那留着我一个人来带你厝来依靠四大人，老爸嘛毋是惊我一个人。这个细汉囝要离开，我嘛会用离开啊！啊，这个大汉后生，伊无因为伊的小弟来离开，伊就来离开，伊依然留伫这个厝内来照顾家己的四大人，而且真殷勤来做工。但是这个大汉后生啊，顶半场表现呢，会当讲是非常的好，但是咱看伊的下半场却是令人来失望，因为安怎？因为啊，当伊这个细汉小弟倒转来的时阵，伊看见伊的父亲竟然啊，双手拍开，难行接伊，甚至啊，安尼啊，予伊穿好衫，哦啊，为伊来这个来啊，来备办了真美好的这个食物啊，安尼来善待伊，伊来嫉妒伊的这个父亲呐、啊，哦，所以啊，你这个啊，二十八章才记载讲，大后生却生气，唔肯入去，伊的父亲就出来劝伊。伊对父亲讲：“我服侍你这年啊，这年，从来无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无给我一只山羊羔，给我甲朋友做为快乐。但你这个后生甲冲击，吞进了你的产业，一直来了。”你颠倒为他了被孤独，父亲对伊讲：“囝啊，你想教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拢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啊小弟是死而复活，死而复得的，所以咱应当欢喜快乐。”你这段这个经节会当予咱知影啊，原底啊这个大学生啊表现顶半场表现是非常的好啊，留伫厝内友好是大人。过伫这个啊，伫田内底来努力来做工，吼、哦，无来违背四大人的这个命令啊，啊为着四大人来服侍。但是伊最后，予咱感觉可惜的所在，就是啊，伊袂当来体贴四大人的这个心意，吼、哦，四大人总嘛是希望家己的囡仔，哦，啊会当挡住回头。所以咱一句话安尼讲，手心手背都是肉，吼，手心手背拢是肉，吼。所以这个大学生原底有美好的表现，但是却袂当来啊，这个体贴啊，四大人的这个心意，敢是体贴伊家己，吼，用着家己的这个角度来看待四大人，好亲像四大人啊，这个做代志无公平。所以，这嘛是会当予咱来做一个啊，敬虔的一个所在。所以啊，咱伫这个人生啊的这个路途顶端，咱来将过去放乎袂记哩。啊，过去的成功，过去的失败，咱拢已经是过去啊。
过去无代表未来啊，同重要诶，就是咱来把握现在啊，努力啊，这个面前。所以啊，这个第三点就是哈、啊，咱来努力面前。咱搁看当来啊，腓立比书诶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下半段，才保罗讲，伊只有一件事，就是袂记得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来直跑，要得神的基督耶稣来得啊，对顶面吊我来得的奖赏。哦，所以啊，保罗伊伫人生啊的这个啊路途顶端，伊是啊袂记得背后啊努力面前，所以同重要是努力面前啦，咱人生。啊！诶，这个路途也未奔跑完以前，咱是爱无煞这个持续的一个努力，吼、哦。所以啊，只有努力面前诶，才是真正啊，咱应当爱来啊，这个追求的一个所在，吼、哦。啊，所以啊，你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哈，咱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十二章第一节，咱既有这真济的见证人，亲像云彩围着咱，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玷污咱的罪，存心忍耐，奔迄个摆伫咱头前的路程。这个经章就勉励咱，咱有真多啊，这个见证人吼，圣经内底有真多在信心啊，诶，这见证人，亲像云彩同款吼，会当为着咱，互咱做一个努力啊，这个诶目标。所以啊，咱应当放下各样诶这个重担，吼，脱去容易玷污咱诶这个罪，吼，所以过去啊，诶，这个无好诶这个所在。咱就拢来是放下伊袂记哩，啊！啊，咱来尽心忍耐，奔迄个放伫咱头前的这个路程，啊！所以未来是更加重要。当然，未来啊是爱啊看咱是不是有把握现在，啊！如果咱若无把握现在，只看未来，啊！但是无啊真确实啊，离咱这个现在来努力。哦，加看美好的这个将来，但是咱现在无要努力，安尼嘛是啊对代志无帮助。所以努力面前啊，把握现在，这才是同实际的一个所在。所以咱要来进入神为咱备办应许的这个天国，就是安尼。主要说嘛是安尼来勉励咱吼。咱看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对施洗约翰的时阵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到了。啊，这个经节相信咱兄弟姐妹未清楚得到。即讲对施洗约翰的时阵到今嘛，天国啊是努力来进入的，努力的人才当来得到。所以咱要来进入神为咱备办应许的这个天国，咱就是要无煞的努力，吼，努力面前把握啊，这个现在，吼。所以如果咱也是啊，这个啊，手扶着咧向后边来看，咱是不配来进入神的这个国。所以咱啊，这个目标正清楚啊。这个啊，咱信主的这个目标，就是要进到神为咱备办应许的这个国度啊。啊，咱是往着这个目标，把握现在，安尼无错向前来直跑啊。所以啊，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第九章哈，路加福音九章的这个六十二节，加主耶稣啊，勉励咱哈。路加福音九章六十二节。耶稣讲：“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啊，这六十二节就真清楚，咱讲
手扶着犁向后看，不配进神的国。哦，咱若是一个做世人来讲，咱扶犁啊，就是要啊，这个向前吼、哦，啊来犁正，吼、哦、啊犁直。当咱有犁歪去的时阵，哦，啊你向后边来看，哎、欸，也是来看讲，哎、欸、呀，我后我达到是不是歪去呀？其实你当你看后边，你拄正是不是歪去的时阵？啊，更加危险的是，你头前佫歪去啊！哈，啊，你后壁你过去你歪去的，你迄、那个你无度改变迄、那个事实。就算讲你去看讲哦，我后壁立了足正的哦，哦，我进前立足正，你回头来看，你过去立了足正，无代表你后壁立会足正。哦，所以手扶着立向后看，不配进前来讲。但你这条人生的这个道路顶端，就是无煞向着这个标杆啊，安尼努力来啊来向前，吼、哦。所以咱无去看过去的这个成功，嘛无去看过去的这个失败，咱就是爱把握现在，努力面前啊，向着标杆来直跑，来要来得耶稣基督，要来予咱的一个奖赏。再去以上，做咱互相勉励。我来唱诗183首。